传统歌谣，然后传统唱法就是一个人领唱，然后其他人答唱，啊，答唱都只要回答同样的一句就好了，不会很难。然后答唱不断的反复会给领唱力量，所以领唱的旋律就会不断的变化。很深奥哦，这是人类学家在研究我的时候告诉我的。我会研究耶，就是说有人研究图腾乐团还得到硕士论文，真的，你可以上网去查，虽然我查不到。我是听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，试试看啊，我也很想被研究呢，听说被研究都会包六百块红包给我。六百块，橘光卡橘光号都616块回台东。笑啊，那这首歌很简单，领唱打唱，好，我当领唱哦。好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很简单哦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比对了，八个字哦，而且里面哦嗨呀哦嗨呀两次。你看，剩下两个字要背而已。再不会的话，也好啦，我宽容你啊。就练习唱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要唱哦。好啊咿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好啊嗨呀，哦咿耶嘿呀。那个感觉就是唱歌是很多频率，有没有？就是好听的也有，不好听的也有，不好听的也有。你看那频率多狂的，你看，对，这样子就很好听，力气又很大，有没有？一定要唱，对，尽量当不好听的没关系，那频率越紧越狂，那听起来那个频道很大，有没有？很震撼的。试试看，我们把这边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还想，我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很没出息。我们把这边没怎么样，我让他感受也是你的那个感觉，好不好？大唱哦，好，一人一句救援这名歌手。好嗨呀，那呀，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哦嗨呀，好啊嗨呀，哦咿耶呀。
谢谢老师，请你，谢谢。